放来再看一次。好，来看一下起秤之后，阿娘喂，左边都是人，那我也没办法加速，那就只能从他们两个的中间过去，但是后面他还有一个人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，就只能做一个在他旁边做一个很丑的一个卡背，我不是故意要往他那边过的，对，就是希望他有看到这个视频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集的精彩画面吧。はい、次はおまけです。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。